啊。怎么了？大知县，大官人，大财主，你们这些坏男人，输怕啦？输不起啦？告诉你，老娘带一箱银子呢，还赢了这么多，有本事赢回去啊？哼，我押一百两，我押一百二十两，八十两。快给本官送钱来吧！啊，人五，好牌，哎，好牌，好牌，地杠，赢定了，天杠，哎，哎呀，卢老爷，老爷，恭喜恭喜，卢老爷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，恭喜卢老爷，恭喜卢老爷，恭喜恭喜恭喜，牛大奶奶，除非你是至尊宝，否则你要通赔三家。翻牌吧，对，翻牌，翻牌，翻牌，翻哪呀？翻哪？翻哪？哼，再翻。嗯哼，啊！至尊宝，通吃三门，翻哪去了？绝了！绝了！这怎么出轨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这牛的奶奶，可真是财神娘娘。哎呀，本来呀我是想输钱的，怎么又赢了呀？真是。赢，他是一直在赢啊，到现在至少赢了有三千两银子了。莫非他做了什么手脚？不会呀，这骰子牌九都是我们的呀。他会妖术？我看他也不像是个会妖术的人。那这可就怪了。是啊，这找去的可都是牌桌上的高手，在泸州府女人赌钱，除了我家夫人，哪有只赢不输的呀？再说他就是我家夫人，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啊。胡扯，他算个什么东西能跟我比？夫人，要不我找几个人把这银子给他结下来。嗯，你说呢？我听夫人的。董大呀董大，你虽姓董，却也是只懂其一不懂其二。董大恭请夫人指教。有人不是骂我们家老爷瘦狗也要剔出肉吗？骂虽是骂，话倒也说对了。我们花了这么大本钱，藏藏掖掖担惊受怕的开赌场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赚钱就是要心硬手狠，瘦狗剔肉怎么了？骨头里还有吸髓呢。话又说回来，吸也要吸得巧妙。老爷不是常说要抓大放小吗？对。至于那个姓牛的婆娘，先让她赢，给她尝点甜头。对。然后我们再放长线钓大鱼，把他带来的五万两银子全弄到手。这还不够，还要把他老家的那些财产全部乖乖的送给咱们。夫人高明，难怪孙大总管常跟在下说，这当今天下男人中英雄豪杰多的是，可女人中的英雄豪杰只有两个。哪两个？第一个就是夫人你了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当属当今的皇后马娘娘。她算个屁！她不就是沾了皇上的光吗？她要不是皇后，单对单的跟我较量，能是我的对手？那是那是。夫人，那个姓牛的婆娘。那个姓牛的婆娘，先不要为难她，她想走就让她走，派个人盯着她，看看她住在哪儿。
放在这儿吧。来来来，夫人。哎，今天老娘赢钱了，拿出来。哎，您买点吧。这钱呢是赏给你们的。不要不要啊！不能要啊！假客气。你们都回去吧，这箱子我雇人抬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们是贵客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一定要把你们送到住处。怎么着，还想知道我住哪儿？哎，那可不是，金满楼对顾客一向都是侍候的妥妥帖帖，周周到到，不能让客人说半个不字。叫你回去你就回去，我们又没说你伺候的不好。夫人、小姐，你们就行行好，帮帮我们的忙吧，免得老板责怪，砸了我们的饭碗。那就多谢了，抬起来走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咱把这杯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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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怎么了你们？走不动了？夫人，你们到底住在哪儿啊？哎呦，还有一大段路呢。啊，远着呢。那你们就回去吧。好事做到底，送佛送上天，还是把你们送到家里吧。好，抬起来走。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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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，搁这儿吧，搁这儿吧。到了，哎呦，算到了。哎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四位辛苦了。到了。啊，到了。你们是住在庙里？啊，那你们就回去吧。要不要再抬上去？怎么着？看你们这样子，还抬得动？那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回去，回去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快快快快！哎呦，哎呦，呵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两个弱女子能有如此神力，你这是在胡说。小人要有半句谎言，断子绝孙。他俩真的进了明教寺？千真万确。财神娘娘，神，赶快拜神。今天早上我一见那双天足，我这心里就犯嘀咕，这件事跟谁也别说，免得触犯神灵啊。哦，我懂我懂。财神娘娘保佑啊！财神娘娘，财神娘娘保佑吧！财神娘娘保佑我吧！财神娘娘保佑啊！